那你们鸡饭都吃哪一家？在地人都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都差不多，差不多了。他们的水准、嗯、都差不多，嗯、都差不多。因为我在我们邻里吃半只鸡才12块，这边半只鸡要18、20，差别多么大？不是说钱的问题了，其实味道也是大同小异。是啊，差异。可是这边观光客啦，观光客吗？比较好欺负吗？也没有啦，方便啦，方便的。啊，谢谢。OK， 谢谢。OK， 玩得开心。谢谢。我们来到 Maxwell 的熟食中心，哎、欸，其实天天我们第一次来新加坡就吃过，对不对？对，我们第一次来就有吃。那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它东西真的蛮好吃。那这一次呢，我们打算要做一点比较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毕竟也是久违来到了新加坡，所以这次来大家吃一下最便宜的海南鸡饭跟最贵的海南鸡饭有什么差别嘞？对，比较贵的海南鸡饭呢，我们选的是文华啦。今天呢、啊，就先吃天天，等一下告诉大家。价格是多少？好不好吃？排队之前，我们看到价格，大份的是8.8块，然后中份的是6块，然后小份的就 standard 的是5块。鸡腿饭，然后加一个油菜小的啦。对对对，来16块。点了一个青菜，青菜的话是4块，然后我们点的中份的鸡腿，这个啊是6块。他说鸡腿的部分啊是没有小份的，所以最少啊你就是要点这个6块的鸡腿饭。然后他有自己帮你装了辣酱，是这样子的，来吃吃看吧。来试一下，其实我们昨天才吃海南鸡饭，它的海南鸡饭是上面还有淋一层酱，一个怀念的味道。哎、欸，我觉得海南鸡饭的饭也很重要，很重要。它的饭是热的、欸。我、哦、是热的哦。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吃海南鸡饭，饭都是冷的，然后它的饭是热的，然后它的酱是稍微比较像酱油膏的那一种。加它的鸡，它的鸡其实蛮嫩的，可是我觉得它的肉就是没有很厚，有没有？感觉吃不到那个鸡腿的口感、啊。现在听说马来西亚的鸡好像不能进口新加坡，对不对？不晓得有没有放宽了？不知道的感觉，这是好吃的鸡腿。而饭的话，因为它有加那一层酱油，有没有？海南鸡饭不是本身会有一个味道吗？对，它的味道就会被盖掉。哦，你就觉得它酱油加的比较多一点。对，酱油加的比较多。我觉得用餐环境是还行啦，其实这边不会热哎、欸。不太热。座位的间隔也蛮大，只是啊，老蒋，我们刚才来这个桌子的时候，桌子是有点脏的。对，然后我们这样吃起来的话，总共是吃16块，就是美食街的价格。然后它其实这边还有蛮多别的东西，其实刚刚司机也是说，你们可以吃一点点，再吃一些别的。好。它辣酱蛮辣，很够味、欸，有没有夸张啦？它的辣酱是那种小辣椒的辣，是感觉是那种籽，然后那个很碎碎的那种颗粒感都还在的那种辣，欸、辣到不行。不过整体来说，我觉得以120块台币啊，在新加坡能吃到这样的海南鸡饭，真的不错。可是我们刚点的那是中份，我觉得没有很大份，没有感觉是中份的、啊。哦，对，因为他们这边偏小吧。对他们这边以台湾的角度看，都是偏小。嗯。刚才天拿一直说昨天吃的饭比较好吃，其实我们是在环球影城外面的马来西亚的福寇吃的。对他的那个饭，我自己是觉得他那个味道蛮香的。对，那个价格其实跟今天的差不多，只是说今天吃的是鸡腿啊，鸡腿。原本就本来就比较贵一点，对，一定是比较贵。可是昨天的饭我自己也比较喜欢，不过整体来讲还不错，还不错啦。就是如果有来这边的话，可以吃一下，然后再吃一些别的东西。那我看你 ，It's so bad, it's good。姐姐看到这段会剪进去吗？一定，他会通通剪掉，通通剪掉。他一定会等下会说哦，我带一颗电池啊，你给我拍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文华酒店改了。我刚以为我老公我搞错。对，他原本是在这边，那现在这边他改成希尔顿。希尔顿，我下次要住这间。对，这间感觉好像也还不错。好啦，5楼就是我们要吃的海南鸡饭，号称新加坡
很贵很贵的海南鸡饭。去的就是这一间，因为它这个地方几乎是乌节路的中心啊，而且一进来让人家感觉那种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它的游泳池就在那边。几位？我们订了四位。四位，稍等一下啊、哦。对，给大家看一下菜上来啦。欸、可是它鸡的分量感觉是比较多一点，对不对？我觉得是多一点点而已。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价格啊，它价格是25新币，加完一层服务费可能会在550块台币左右。550块等于说我吃酱2块，差不多就50块。对，它有附一个汤。一个饭，然后旁边呢、啊、有3种酱，然后试试看吧。饭大概就是一般台湾就是点饭小碗的分量，海南鸡饭。那这边呢就是它的海南鸡，它的海南鸡旁边还有附番茄跟小黄瓜。先来试试看它的鸡肉，他点的这个鸡肉，其实我觉得他给的这块其实就已经是鸡腿了。我在网络上有找资料说，以前有分点鸡腿跟不是，可是现在已经找不到鸡腿的选项了。可能就是都是鸡腿，而且他的鸡腿是去骨的，哦，去骨的，没有任何一块骨头，哎，是一块。我觉得今天比较好吃。哦，真的还是假的？没错，很淡哎，真的我不骗。嗯，对，而且感觉酱汁的味道没进去了。对啊，很普通哎。你会不会走错家？我再问你一次。不会啦，现在林一直怀疑我走错家，但就是我以前来吃的时候就吃错家。我真的觉得会不会是？我们来吃看他的饭，饭还蛮好吃的。他的饭是吃起来比较松散，一咬会这样子整个松开的那种，可是香气是蛮足够的。然后可是吃起来不会很干，里面的那个鸡的油感都还在，可是那个肉不行哎、欸，很干哦、喔，真的很干，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好吃太多了，来喝看它的汤，它汤其实也是偏清淡的路线，然后它里面的那个汤的蔬菜啊是用美生菜，不是像我们一般可能会用的高丽菜，是美生菜，所以吃起来就会有一个生菜的味道。你看，其实司机讲的也没错，他说其实现在海南鸡饭都差不多，他说就是他们邻里吃起来差不多就是那样，其他就是吃名气。对，那这边呢、啊、其实就是吃一个气氛。我们还点了一份青菜，这份青菜是8块新币，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肉骨茶，这个肉骨茶是22块。它的肉骨茶比较不像新加坡式的，是稍微比较偏黑的感觉，比较偏马来西亚的感觉。哦，闻起来没有那个白胡椒那种辣味，它是比较偏马来西亚的那一种，而且它比马来西亚还会有个中药味，它比较不是，它比较像是甜味比较多，它加非常多的枸杞，它整个汤喝起来都是那个枸杞的味道，小孩会喜欢喝完或整碗的那一种。试试看它的肉，它汤其实还蛮甜的，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它的肉，你看也是一捏就断嘞，很嫩嘞。就是炖得很嫩啊。对啊。才不会，它的肉骨茶比海南鸡好吃啊。我觉得肉骨茶比海南鸡好吃，怎么办？我这样看就觉得很嫩嘞，肉啊，很嫩 Q 哎。对啊，很嫩哦，你会喜欢。我们走出来啦，我们刚才从另外一边的店那个手扶梯下来，觉得这个 mall 里面很多。很特别的餐厅，可是从来没来过。吃完两间，我觉得两间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没错。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就差距这么大，好像。我投天天海南鸡300票。对，可是我觉得天天海南鸡它生意好，可能还是真的有它的原因啊。哦，它的鸡肉我真的是觉得你一吃就知道，哦，好好吃哦，这样。对，或者说你有更多好吃的新加坡的海南鸡饭，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次来再来试试看。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按赞。那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找错间海南鸡饭了？底下留言。可是我觉得还好哎，我自己觉得这一间它在一个非常热闹的位置啊，就也许你在逛乌节路的时候，想找个朋友然后来吃海南鸡，其实也是一个选择。我带你吃这边有一间看起来很在地，然后我们每次经过都排队的店，我跟姐姐看很多次。哪一间？那你去吃一间冰淇淋。詹爷爷开的冰淇淋。真的哦，那我们要去吃詹爷爷。我们要来买詹爷爷的把布了。这种的都没有了。有餐餐的有。你要这种的吗？反正它就是一个口味，就是1.5块，而且它可以选要饼干还是要面包。哎、欸，面包也可以。这我知道，我前几天有去冰淇淋博物馆，也是长这样的。哦，真的、哦。然后给我吃这样子是就是把布这样子的，也是1.5块，30块台币。试试看这个。
哇，好甜哦！连悠悠这么吃甜的人，也都说很甜。我试试看巧克力的，是大波乳的味道，是不是？有哎、欸，真的、啊。那它吃起来是比较水水的，不是奶味比较重的那一种，是水水的那一种。We don't care about the others. You said